Im Moment, ich hin.我靠！加派，杰西来了，然后我们的飞还没来。 雷兹好像感受到了各种凶我们，我们可以把红币给吃了。剩下，我觉得我们没真的比他强，连球都吃不到。 痛啊！雷兹哥哥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哇塞，满满的冰我吃不到。今天一定要吸啊！ 太惨了，太惨，只能回了。看他们好多兵哦 ，no no。他也喜欢打针呢。 不行，我们要振作，要努力救台湾。来了，开玩笑。嗯，哇塞！加油啊！我没有看到，他在阴影处。 从家里直接去，拼了，拼到了，他们没招。 有，我传送，可是没有得传。他们还在打。开玩笑啊！精锐跳跃。 看一下看我的精锐走位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雷兹，你怎么在这？哈里面，我帮你。嗨，雷兹，我要去上，你要去哪？ 对，回上路，被人家收走了。龙是对面的，这个飞还真怪怪的、啊。小刀回来，不要嘴疼。我去，我去。 通通通！巨大笨蛋。
就你后来有没有倒水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去倒？在楼下。哎，真的会累，悄悄全拼什么意思？好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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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全部都是僵尸了。好凶好凶，雷兹凶巴巴，雷兹跟我都各种爽爽爽的赚钱。但是我吃兵叔叔太多了，凶哦！够了，没吃，我叫了，够了，没吃。AD 收下对面 AD， 有支援的可能性吗？对面都没有大局，真的没有大。哇！距离不够长啊，不够长，已经等到最后了，别好笑。压中了，点塔，来回点塔，伙伴们，来点啊！你看啊，我破的，哼哼，这一个上路的资源真的太漂亮了，回家出个正分，再出个鞋子，继续支援。这个世界就要靠我了，看那个雷斯指挥在上路呢，你开 low 是开全幕，没有啊，就开那个、啊、那个无边界模式。今天会上传昨天的闪鬼记录档吗？我记得我公开啦、啊、要不要看一下？我只是没有特别在分团 po 诶，是我传错。哇，我刚刚醒不醒了？醒了。醒醒！我灭了。追不到你。还有蛋。哇塞，这个太精锐了！回眸一撞，双方都很精锐。哎，他好激动哦！我要出来啦，小心点啊！本来就不行啦。我真的累。能跟巧可力打喽吗 ？No No No， 今天应该不会哦。有了，传送 OK。有。嘿嘿。你先下去了。对方雷兹应该有 TP， 那边有眼啊、哦！
哎，我以为你是非爱，那为什么会跟你讲那么开心？我没有那么弱好吗？我非爱。雷子也在等传送啊。那条小龙没人敢动，他打得好痛哦。凶哦，这雷子好凶。再这样不打，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那我上塔就爆啊！无敌闪电枪！哎，真的很强！这样打 ID， 一开始他们就没血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跳这里来？我明明往左边啊！我就说很累的哈。太可惜啦！而且雷兹没有输出到就死了呢。雷兹。对啊，他传下来马上被控。我们几乎狂控他，阿里魅惑我的大绝。没死，因为死一只雷兹。要出个活动才对。打死他，对。至少上路也没有爆。我们送了十条人命。阿神他现在排位低于巧克力吗？阿千排位比较高，阿神就别说啦，在下面的别说啦。我们 OUR 的话，应该就是从上到下，口子、阿千，然后我跟阿静，然后阿神、梅子。我这真的在打阿里耶，莫我在抓那个传送骑士。一个交换，雷兹去上，我们去中，雷兹没穿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前提是要抓到，抓不到，抓不到。一直抓一条，你没有大，跟不上。哎，我真的很累。你打得赢吗？打，被你们支援。